哎呦，大老板开胃肉，你要认真一点。可是我肚子疼，老是牙放屁怎么办？你可以咳嗽。咳嗽？对，用咳嗽声把屁声盖住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啊，迟到了啊。为什么会迟到呢？因为那个刚出差回来啊，所以。你怎么没盖住呢？啊，因为有时差啊。对，确实因为有时差啊，再加上飞机这个晚点。为什么飞机会晚点呢？那是因为。你怎么又没盖住？因为有烟湿。对了，就是因为有烟湿，所以说啊，你还是理解领导的。希望公司呢能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呢，能越来越好，能越来越辉煌。接下来呢，大家为我这个演讲啊打个分。哎，那别咳嗽了。玩儿。老板，你是不是不开心了？哎，他说狗屁不通啊。你怎么说演技呢？你是不是伤心了？我伤心干嘛的？这里辣眼睛。那会还开不开了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老板说了，开个屁！妈的！